猎箭头型。125格令，然后这是100格令的机械师。OK。用乡村猎人神压弓。第二发。检查一下。这阻力比较小，进的比较深。它的阻力比较大，嗯，翻过来看看，真的，哇，真的是开一半而已，对啊，开一半，可是这旁边切口好大，你看这，从上面拍摄扇形的，对啊，那就这个，那这个的话，理论上应该也是会有一个切口，哎，对啊，有啊，这里横的这里到这边。哎、欸，不对哦，这是箭没有直的插进来才会造成这样。箭是斜的进来，这是另外一个的。哎、欸，哦，另外一个，这是另一支箭的箭，另外一支箭，嘿。哦，这一支是要直接吐出来的。嗯。稍微再小心啊！哎、欸，它橡皮筋不见了。对，它会打开就不见了，展开就可以了，它蛮短的。